知名博主芒果妈妈微博10月11日爆料，湖南卫视主持人杜海涛与沈梦辰已分手。一年前，我厚着脸皮曝光了杜海涛、沈梦辰的恋情，后来人家也公开默认了。不过我现在要说的是，两人目前已经确定分手。唉，好聚好散，愿各自幸福吧。2014年3月，芒果妈妈即已爆料杜海涛、沈梦辰在一起，后两人被捕捉到穿同款睡衣、戴同款耳钉、同游韩国等细节印证恋情。今年8月，两人还都出现在 BigBang 演唱会。搜狐视频娱乐播报整理报道。知名博主芒果妈妈微博10月11日爆料，湖南卫视主持人杜海涛与沈梦辰已分手。一年前，我厚着脸皮曝光了杜海涛、沈梦辰的恋情，后来人家也公开默认了。不过我现在要说的是，两人目前已经确定分手。唉，好聚好散，愿各自幸福吧。2014年3月，芒果妈妈即已爆料杜海涛、沈梦辰在一起，后两人被捕捉到穿同款睡衣、戴同款耳钉、同游韩国等细节印证恋情。今年8月，两人还都出现在 BigBang 演唱会。搜狐视频娱乐播报整理报道。